やっぱり、まあ、ちょっと地下は特に行った方がいい。さあ、できんしゅう。ああ、本当だね。だからね、多分、だから調子悪くなる。たまる。やっぱりね、合わないとね。マヨチ？マヨチ。マヨはごま油。マヨ。マヨ。鶏はチ。チ。マヨチ。マヨチ。マヨがいいね。だって、すぐ近い。起きるから。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る。か、あとこの前ね、台東病院。台東病院の評判いいんだけど。那可以啊，那家的根本就不好了。是啦，可以是，所以说啊，现在不能共播，你是不是？我才，我才给回过去。对，上菜啊。你就是风格股，你做你，你也风格股，台湾你做你那边。我真是，现在是1998年过时来，对的是，只会过上菜。这两种做，哪些菜？唐拉比加蛋，写下来。我最讨厌你这样子。我你写，你写，写下来，到时候再删。你觉得？因为到时候我们如果这个像我的叉烧是很快，你知道一天到卡拉给要用油，叉烧是现成的。叉烧有叉烧吗？我的叉烧吗？我常常是会做呢。我炒一炒，炒一炒，炒。还有你的肉燥，你的肉燥，你弄一个青菜肉燥上去。你弄炸的，请问你常你可能下一次你就会去医院了，啊、嗯。我看你那个脸色已经真的很糟糕。不用我给你。人这几个人家里边安乐吃，你们你吃几个？就有这两道痕迹啊，不过我们就这个面相学来看哦，专家说这叫做破皮纹，意思就是说脸上这两条线不大好哦，意思是说呢有可能会破财，而且有可能会失去权力，没有办法守住。透世界，台湾要看懂世界，让世界也了解台湾。严肃的新闻，轻松看，轻松的话题。专家说的我慢する。それ以上我慢、自分はマイナスになるだけじゃ。どんどん自分がとてはマイナスことばかりが起きるだけ。暑いところにある。なんか出てくれない。